孟巴、巴丹，你们是为师最信任的徒弟。如今，为师要死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好先生。哇！酱油胡桃的呀，好玩的。如今为师将这个猪八戒交给你们保管，要好好保管啊，绝对不可以给人家抢走。明白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你快点死。猪八戒，师父，你不是有秘籍啊？对了，我家里有1000多件比基尼，你要赶快拿去。秘籍啊，秘籍！如今为师将这个秘籍交给你们，等你们练到第18级后，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那个那个。哇，洛克秘籍！洛克出来，快点给我滚出来！进到石洞窟，耶！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来。来者何人？有何贵干？为你包的蛋，我们是来抢猪八戒。猪八戒去取西经了。别再装糊涂了，交出来吧！猪八戒乃是我们世世代代守护的宝物，你没有看都很难了。更别说在抢了，笨蛋！你确定？有我的师弟守护者，怕什么？对吗，师弟？你要做什么呢，师弟？怕别人看见，所以我把东西遮住。我看到了，不给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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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八蛋，你竟敢打我！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来吗？走啊！哈！马一很多。竟敢打我！是你逼我的！我都死了！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打到变白痴。
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。不可以，北京走了，可以你。怎么办？我们打不过他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十七式。Crazy move.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没有用洛克家族，呸，天下无敌。第十八式我们还没有练会，试试看吧，我们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欺负。突然间整个世界